锦绣花龙，今天咱们吃刺身，先给它撒个尿。撒尿？对。等会儿啊。你上次你帮它撒尿。嗯。你要把里边的尿给撒出来。对呀、啊，哎。哎。是。给看错我了。嗯，撒错地方了。哎，为啥没有呢？说不定肯定你得要剥壳，剥壳里边还有。这玩意儿，哎，一个尿都没有啊！啊，妈妈，一个尿就没有啊？没有。我也有尿啊！你揪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？别人吃刺身就是一片一片炫着吃，咱就直接这样吃吧。咱就一站着吃。啊，有点上头。上头你就多吃点啊！哎呀妈呀，崩飞了已经。我要一口漏了。哇，妈妈厉害，支持你。太好吃了。太好吃，快点吃。能不能吃上呀？哇，你这边肉太好了，真香哎，真香，这块可真香。阿姨们，你说香不香？哥哥。